华为千金以天价2.3亿台币保释，仍遭当局监控行动。经过3天的审议之后，华为首席财务长已获准保释。她不但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，也有可能是未来的继承人。根据加拿大的 Star Vancouver 的报道，华为 CFO 孟晚舟的前同事、朋友和丈夫已经预备了共计750万美元来支付保释金。报道指出，孟晚舟仍将受到24小时的监控，而保释条件还包括她必须佩戴电子定位脚环和缴交所有的护照。除此之外，她也将被限制居住出入的时间，从晚上11点到早上6点，她都只能待在温哥华的家中。孟晚舟可以在温哥华北岸和列治文市行动，不过过程中将会全面遭到监控，并且还必须负担监控的费用。为避免他潜逃出境，孟晚舟被禁止前往机场或甚至踏入机场区域范围。孟晚舟是因美国指控诈欺，在12月1日在温哥华被逮捕的。美国当局声称，孟晚舟是为了躲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，误导银行进行交易而构成诈欺的行为。